非常厉害，他应该也为这场仗准备了什么对策。这也太吓人了，我只想留在这里不动不动。我是叶东。曹操军来了呀，怎么了？曾国的大本营就在这里。笑言，你对吧？给这柳大爷带吧，年轻人，上啊！高兴能与你共赴战场。不会哭泣，我在胜利之前。我是叶真，已经被我击败。这一战真让人眼前一亮，敌军简直像被炸飞了一样。你的才华可不能被埋没，带着笑容结束，再次铺开防御阵型，立即各就各位。我是叶真，笑言，你对吧？
就已经结束吧。你真是才能出众啊，真高兴能与你共赴战场。此地的攻防左右战局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来吧。
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你真是才能出众啊，真高兴能与你共赴战场。笑言以对吧。不愧是曹操军，不过你们注意到了吗？这个印象早已发生改变。好机会，火烧曹操军，将敌船全部烧光。居然找准了我们的弱点，看来敌方阵营中有足智多谋的人在。但是我们不能悲观绝望，在最前线全力奋战，打开局面吧。无法与我方取得联系，曹操大人也下落不明，到底该如何是好啊？再这样下去，一旦阵型溃散，大家都会葬身长江。从容不迫地撤往襄阳吧。如果曹操大人也选择了撤退，应该就可以在那里与他会合。时间太长而大意失守，真丢人呐、啊！曹操军全都慌了手脚。听程普大人说，在我这里失守。我是飞。看来我还是差得太远了。效仿周瑜大人，兼修勤学苦练。我徐文相不会毫无准备的上战场。我的任务就是将这道门守护到底，想过去就要付出代价，这才是道理。我是认真的。笑言以对吧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